陈一鸣，你凭什么这么做？陈总，我拿不住他。啊，没事，你先出去吧。怎么了？你凭什么剥夺我工作的权利？思雨，这办公室你冷静点，我们出去说话。我原本有自己的办公室，但是因为你有些的什么都没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别装了，你只想要你想要的，你从来不顾及我的感受。我现在在工作，我们回家再说，好不好？走。你碰我！ 你以为你搅黄了我的小手怎么见？我就会乖乖跟你回家，跟你结婚，给你当家庭主妇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不好意思啊。 一鸣，黄总，刚才思雨来找过我。对，他也刚从我这儿出去。绿宝销售总监那一票，我头给袁慧中了。他刚才来质问我，我一不小心就把你说出来了。我猜到了。真对不起啊。别。 王总，你不用跟我道歉，这跟你没关系，这是我跟思雨两个人之间的问题。没影响你们感情吧？他刚才跟我说要分手。啊？这，要不我去劝劝他吧。不用了，你不用劝他了。他应该知道你是为他好的呀。他现在理解不了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 我本来想的是，等他身体好一点了，在咱们公司里边给他找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呢。王总，你千万别这么安排。你为我们两个人做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，真的。那要不我给你放3天假，你去好好陪陪他，跟他解释解释。不用，我已经不想解释了。 你们不会真分手吧？不是这样。好吧，一鸣，你要是需要帮助或者是倾诉，我都在。 王总，李小姐到了。思雨来了，来，这边坐。来呀，你还是第一次来我办公室吧？我想知道为什么。啊？你指什么呀？
你答应过我要支持我，为什么出尔反尔？我说过这话吗？你连这都不承认了吗？你好好想想啊，我说过什么？思雨，我认识的最早的、接触的最多的绿宝人就是你了。我在你身上呢，看见了绿宝的气质，也看见了绿宝的未来，我才毅然决然决定投资。是我理解错了。思雨，我认可你，但是呢，这不意味着你就是销售总监的最佳人选。那在你眼中，杨慧中比我更合适？其实你们两个都合适，但是考虑到另外一些原因吧，我就投给他了。什么原因？这个你真的不应该问我。那我应该问谁？我们第一期款。